哎，这个汽油桶也能用哎！哦呦，算了。哎呦，这怎么也能搬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也能搬动？你他妈动我！你他妈，这，啥也……哎，我能搬走这个机器吗？诡异表情。来把这个扎克吧，今天给大家来把扎克。感觉自己变得很幸运。这个刀是有点难用的啊。哎，有点打不中人呀，有点打不中人，同学们，我感觉要吃席了呀。钥匙，你逗我？我直接上来，谁要你的钥匙？开玩笑。哦，算了，我还是用枪打吧，大剑用不明白呀。等咱们那个近战伤害强化之后，咱们再用这个大剑吧。属实是没整明白呀。还不如枪呢。增加一个红心容器和水晶容器，运气挺好的。队长盾牌。增加了护盾，当我受到攻击时有几率免疫伤害。来吧，我们去右边的房间看一眼。我去你的。哎，他这个是有限制的。我去你的。不费事了，不费事了，我感觉快把我折磨死了。嘿，嘿，嘿，哎，这打不到吗？我从另一个角度打。Nice 啊，我上来了。这把能拿到巨兽吗？用枪打了啊，不浪了，不装了。不装了，同学们，好好用枪，有枪用什么刀呢？时代又没有变。boss 房、挑战房，我没有钥匙，先把 boss 打了吧。松上，电视之神。哎呦哎呦，你这扔的什么电池啊？还是遥控器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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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！哟，还会收回来的！转换形态了，变成这种数字电视了。哎！我跳！我跳不过去！换个人物吧，这个扎克被我打入历史的冷宫了。这个近战使用近战武器进行一次攻击无消耗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去看一下。输入种，这也太垃圾了吧，同学们，这角色太垃圾了。等一下，韦德可以举起游戏中的某些物品，整个这个。整个这个，举起东西啊！我们要大胆的举起来。哦哦，哎呦，我去你的！这个举起东西要怎么操作呢？我还不太理解。
来洗面，我可以把箱子举起来啊。啊，这个有什么用吗？这个有什么用吗？这个东西啊，同学们，这有什么用吗？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呀。这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呀。用箱子打怪，真的吗？用箱子打怪是吧？我能把花瓶举起来，我试一下，我扔过去试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放一下游戏卡带。同时，什么呀？这个是给那个太刀妹用的，对，可以炸一下。啊，这个箱子我是不是也能举起来？啊，这也行。哎，我他妈炸，我炸我自己，还浪费了一颗手雷，还炸了自己一滴血。哦，又有一颗雷了，我回去了，滚一边去。一些金币啊，来先打这个天花板上的。哇，哦，疯狂爆炸。哎，这个汽油桶也能用。哎，哦呦，这个汽油桶我可以搬去炸石头呀。哪里有石头让我炸一下，同学们，我去找个石头炸一下。同学们，为什么老有同学问我你有微信吗？你有微信粉丝群吗？我没有微信粉丝群啊，我有微信但是我不会公布的，微信这种东西都是很个人的东西啊，是不会公布出去的。这好像没有什么石头呀，你说说这就不合适了吧。算了。哎呦，这怎么也能搬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也能搬动？你他妈逗我，你他妈这隐藏关去过了，隐藏关去过了，搞笑的。我先把右边这个打了，来，哇，这关是个超高难度的一个关卡。哎，怎么跑到我脸上了？不死就算成功啊！不死就算成功。哦，你激光，这个难度特别高。咱们现在是用一个特别垃圾的装备在打这个挑战关，非常的艰难。先把这个章鱼打死。呜，哦，完了，被他害了。应该还有一波吧，还有一波。哎，没有了，两波。哇，哦，好险啊！升级我的武器，增加我的移动速度。哦，我们血多，没事啊，我们血多任性啊。我搬着这个东西去 BOSS 房去。来，我去你的！哎，炸着自己了。
力量饼干增加护盾和红心容器。我去你的！哎，怎么没炸？我搬运。哎，我去你的！哇、哦，什么鬼哦？但是需要蓄力啊，一般般啊。技能是什么？技能是消耗炸弹，清除敌人子弹。去游戏房看一下。又是弹钢琴的，我不会弹这个钢琴，我很菜的，我每次都是必输的，同学。这个我就不浪费钱了。这个钢琴房基本上是啥也……哎，我能搬走这个机器吗？诡异表情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破东西啊。我看地图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？商店，我去商店看一眼。老板要不要，老板收不收这个游戏机啊？老板收不收游戏机啊？啊，我不要了，从别的地方捡的，要不要？不要了，打死你！50块钱，流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没钱，我不急，不想花钱。那我现在回去这个房间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让我免费玩呀？并不会啊，并不会。走吧。来吧，第二关。嘿，没事啊，同学们，这个流星咱们主要是之前用过，如果说没用过，我就买一把试试的。这把枪没用过，咱们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。这怎么只能蓄力打呀？这也太憋屈了吧！我先给他，哎，你这，我先在这放着啊，放着，我现在扔这里啊，扔这个地方，我去搬运下来，我去搬运下来，我把他们这几个箱子都扔下去啊，来，都下去，哎，来，走了。喂，哎，没砸到。喂，我去你的！哦呦，这个枪的伤害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打 boss 这个枪不会很好用的，打 boss 需要持续不断的输出。来，攻击！咱们不急着这个炸药桶，等会搬过去啊。来。哎，啊！我给你搬，哎！我去，没事，咱们再找一个。这种东西啊，易燃易爆炸。这不又来一个？我去你！这不又来一个？给他搬过去啊！都给它放在这儿，等会儿炸，全给炸开。打了个大章鱼，你想打小怪有个射程优势呀，而且还有红点瞄准，欢快的监狱。哟，这个地方要钥匙哎，但是他给不少钱，这个点，先不急。来，狙击枪，洗内，哎，卡住了，宠物弹，这是什么？如果孵化出空弹，则有概率掉落半个护盾，还不错啊，这个道具。哦，你们说这个地方垫脚上去是吧？
合理，你们说的合理。你们说的非常合理。放这里啊，哼，再找一个。这个怎么放呢？哎，等会再来捡，等会再来捡。这个东西有点太容易碎了，这个箱子。桶子可以搬，桶子应该比这个箱子好一点。我放这里。哎呀，道具房，看看什么给什么好东西嘛。红双喜还是钢铁心脏，同学们选哪个？红双喜是什么？大家有说红双喜，有说心脏的，那这次我们先拿心脏吧。受伤后优先消耗红心，而不是护盾。哦，这个确实不错，这个确实不错。隐藏房间，我炸！我去你的吧！哎，我怎么给开启了？我去，完了！我看一下，跳这儿，跳这儿，这儿。哎！真的是。啊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啊！气死我了！我不是想玩这个的，我摁错了，我不是想玩这个的呀。啊！这上面有，哎，这里我可以垫脚上去。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打 boss 啊。来，信使。扑克，这扑克牌什么东西啊？能打吗？这个扑克？生气了，不高兴了，这个脸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好凶哦！起呢？史塔克模块，我们的武器变强了。这里怎么有那么多箱子呀？给我垫脚用的是吧？专业给花生垫脚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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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炸死我了，好恶心啊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完了，拿个铜箱子。哦，但是给了个大金币 ，nice！ 我来垫脚了。哎，没事，我们箱子多，我们四个箱子，不要慌。好，再往前放一点，还是不够高，还要再垒一下。垒上去啊！什么呀？哇，我难过了呀！我算了，我去你的吧！我要用这个东西当钥匙，我要用这个箱子宝箱当我的那个垫脚石。这个箱子能踩吗？问题是，这箱子不能踩啊！哎，这。我裂开了，就没有一个能让我垫脚的东西吗？咱们没有刀，没法用刀上去。不，每个角色都是不同的，只有那几个角色才有刀，只有两个角色有刀用，就是那个能位移的刀。来，过去看一下。
离我远一点。我去你的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这章鱼，我躲，我躲还不行吗？哎呀，这真是拼了命的碰我呀！本来能拿金箱子的，真的是拼了命的碰我。小熊，哎呦，这什么粉色小熊啊，这么强？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哟，这些小熊是越来越厉害了呀！这武器还这武器可比激光好用多了，同学们，你们不要看它好像有点弱，但是它主要是攻击频率快。木乃伊。直播回放是有的，我会发视频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之前就有那个霓虹深渊的视频可以看到的，我会就是把它剪得很把无聊的地方剪掉，然后留一些有意思的地方，大概也时间也有三四十分钟吧，不要乱造谣好吗？孵化失败，感谢你箱子。哎，我这也跳不上去呀。哎，我跳上来了，我去你的，下去。哎，宠物蛋，来一个。哇，好痛。商店看一眼，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星云是什么东西？我去，这个好像更猛一点哦。天使房，浓缩咖啡，白袍之剑，选哪一个？同学们，行，那我们来个白袍之剑，近战消灭敌人有概率掉落水晶。你们认真的吗？这个东西我真的有用吗？你们是认真的吗？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这个近战攻击掉了水晶真的有用吗？同学们，来激光。哎，怎么炸了？这也还能用这种方式引爆的，让怪物帮我爆炸。这个爆炸筒子我先不急着捡啊，我先拿着它。哎，这个木制品啊就是容易爆炸，还是石头的最坚固啊。木乃伊三世了，木乃伊家族逐渐壮大起来了。哟，大箱子，我去，我这护盾有点太多了吧，我这护盾要满了呀。格，在一个房间受到六次伤就可以获得一个随机道具，我等会儿要受到伤害去了，同学们，我等会儿要疯狂受到伤害。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跳起来扔，很失败。什么呀，这个幻痛搞不明白的。他就是有个慢动，他的主动技能比较好是吧，可以慢动作。先打 boss 啊，来，咱们吊血，咱们打这个吊血啊，咱们就跟他就吊血。哎，来吊血，我要来获得道具，卖血获道具啊，来吊血，打我，对，打我，对了，打我。咱们要受到六次伤害，够了吗？哎，够了！蓝宝石戒指，捡起硬币时有几率获得护盾，但是我感觉有点卖血卖太多了，把我的红心都卖完了。那你可以洗内了。哦呦，这个大口红棒子。洗内，
大佬墨镜提高我的武器伤害，这个好像咱们之前用的很爽，我记得这个掉血换道具有点意思，但是感觉还是有点过于夸张了，过于夸张了。零血战神，走吧，第四层了。火吻是什么东西啊？忍者护额，等会儿看一下吧。这个盾牌量，哇、哦，这什么？巨兽！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同学们？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真男人都知道选什么了。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火箭筒非常猛，跟踪加爆炸加炸那个地形，还加炸自己，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强势。跟踪炸自己，最快乐的枪，没有之一。怎么有个宠物蛋？宠物怎么少了？被炸死了吧？可能是被炸死了，哎呦，炸到自己是非常正常的。黑色朗姆酒，使用炸弹时我的蛋会发生一次爆炸，我谢谢你。有大箱子啊，两串钥匙。体内，哎，又炸自己了，还炸着我的宠物了，我去你的，把我宠物都全都炸没了。我先不捡，我先不急着捡这个红心啊，我先不急着捡，我这个护盾满了，我要消耗一下护盾再说。我好难过呀，哎，完了，又开始炸自己了，又开始炸自己了，一日不见又开始炸自己了，炸。哎呦！哎！哇、哦，离我远一点！花！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地上！哎，这地上什么东西啊？完了，我上当了呀！烈焰精灵出来了，咱们先捡了，咱们先把那个心和护盾捡一捡，再打 boss 吧。我忘了这第几层了，我不知道这关是不是阿古斯，阿古斯的话就回不来了，就捡不了心了。布洛克，比特币之神，给我分点！哎呦，这不是撒币那小子吗？哎，跳着打，生气了，你生气了，呜、哦，小心，提高武器伤害和移动速度。我觉得吧，我现在需要一点红心，但是我这个盾也不少。雷电引擎，我的护盾越多，射速越快，我这护盾还不少吗？什么？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哎，又炸了自己了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哎，别朝着我过来。艾伦。我下面有好多护盾，我这个射速为什么感觉也不是很快啊？我这盾护盾满了呀，他不是我护盾越多射速越快吗？但是我感觉射速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呀。哎呦，又掉血了。
提醒一下，不要在我这里刷郎中三观的东西啊，会被禁言或者拉黑的啊。珍爱自己的账号。啊！再开一下，再开一下，啊、坏了！坏了就把它炸开吧。哇，全是钥匙这里面。呜呜呜呜 ！boss 房，这个 boss 就是那个回不去了，进了这个 boss 房，所以咱们先打一下其他的关卡。哎，直接在上面啊！我们直接用它的跟踪的特性啊。亚诺投掷长矛。哦，来炸！来炸！哦，什么什么？有人打我！来炸开他！来塔塔开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地面上！小心这个子弹！哎，没打到，好气！赢的，凑合。点赞之手，升级我的武器。我这个武器还有升级空间吗？我这武器已经很猛了呀。商店看一眼。智能助手，消耗护盾时有几率获得一个守护精灵。那你真是够智能的呢。这怎么还有一个商店？卖盲盒的是吧？谨防上当。哎，行，咱们打 boss 去啊。来，哎，别到我旁边来，别到我旁边来，你们追他们去。我去的，啊。你炸他去呀，你不要碰我呀。哇，这大铁链子带电的，哟，好凶啊。起内，大幅提高我的武器伤害，我这武器伤害还要提高吗？先去道具房。未来科技，兄弟会徽章，兄弟会徽章，我记得是捡的东西越来越快。未来科技是什么来着？未来科技，我记得是加那个，哎，我有点忘了。我这个兄弟会徽章我就不选了，我选那个未来科技吧，加射速的啊。起内，起内，打狗熊，狗熊给我死！哇，这狗熊还挺能躲的，能不能给点红心啊？我好没有安全感呀、啊！那给点红心好不好？我感觉自己要挂了，随时要挂了一样。我去你的，狗熊！又孵化失败呀，咱，哎，但是孵化失败给我护盾，我觉得也挺好。我也不是多想要这个宠物，就是，来，咱们打这个挑战关，走。哎，什么东西打的我呀？我感觉我没血了呀。我就剩一格半了，大哥，增加我的跳跃高度和移动速度。出问题，这绝对出问题。来，开个金币 ，nice， 来点血吧，大哥。一堆宠物蛋。要吃席了呀！
吃席了呀，出问题了呀！哎呦，完了！这回真出大问题了，同学们，真没血了。凶巴巴，我先用会儿凶巴巴，我以防他，我以防那个巨兽炸到我自己，我先凶巴巴一会儿，我先来会儿凶巴巴，同学们。好多大箱子呀，先来个金箱子，一般啊，来个血，欢乐颂。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血啊，大哥？血，我跳这么高都上不去啊！哎，我直接躲到下面。我去，我这个鱼骨头还可以。哎，直接隔墙打他们，钻哪去了？出来！我去，你敢不敢来我这儿呀，大哥？怎么还有孵化的？去哪儿了？哎，你就跑是吧？哇，红心！哈哈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比巨兽好用啊，这个喵喵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啊。哎，孵化失败，给我护盾，孵化失败。哎，没给护盾的吗？哎，我是不是又掉血了？才怎么就一个半血呀？砸一下宠物蛋，没掉血吗？啊，你们在那里刷那个无聊的那些剧情的，我等会儿要给你们，我马上就给你们进了啊，我提醒你们最后一遍 啊西瓜这边的。哎，水晶商店里，但是我没钱呀，问题是我砸，我再砸，我去，还好我跑得快。哎，不是你这个，哎，这个雷什么呀？哎，大哥，我去，哦，雪中送红心，这波红心我直接泪目，好吧，疯狂面具还是舞池灯？疯狂面具还是舞池灯？同学们，我感到平静。我去，这射速，猫猫狂喜，我去商店买个血去啊。买个护盾或者买个血都可以，买个护盾，大幅提升我的攻击速度。来吧 ，boss， 等会咱们直接起飞，好吧？来，直接起飞！哎呀，什么呀？这是代码？怎么那么多代码？我去！哎，哇，吓人啊，吓人的，大哥，哎，
斯呀！我就差一丝血呀、啊！